是真诚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总是会开始对异性产生好奇。这种情形最常发生，叫你觉得非常刺激，多数会在发育时期。不管什么地方，也不管身在哪里，只要有男人女人相处在一起，那种感觉就是那么神奇，叫人无法可以抗拒，连朋友都会撕破脸皮。谈恋爱天经地义，却有人为了爱来呀和那个傻充气，也有人为了恋爱要从楼上跳下去。谈恋爱最最有趣的那段时期，就是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大家互相看来看去，一直看到人家回家去呀，人家走后才来撞墙壁。多数男孩要找女孩来做自己的伴侣，总喜欢先看人家美不美丽，总是爱批评人家眼睛鼻子长得高高又低低，却忘记自己长得像盲鸡。男孩不要太过挑剔，你选人家，人家也在选你，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，以为你是什么东西。有些人开始约会又害羞又心急，有些人以为自己很有魅力，有些人约会总是喜欢带着一大半的朋友，就因为自己没有勇气。有些人约会过几次就以为自己很可以，有些人心里老是打着鬼主意，有些人拼命找机会呀，摸摸人家的小手就假假说要替他看命。像这样子的借口谁不知道，为了动脚动手，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到最后统统都没有。爱情这个东西叫人伤脑筋，没有它生活变得很那 boring。 有些人却为了太多的爱情啊，生活同样变得很那 sickening。 有人可以为了爱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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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一生出息双手奉献给你，和父母兄弟姐妹脱离关系，只为了爱情。有人可以为了爱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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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他做任何事他都可以，你甚至揍他踢他吐他口水，他还是爱你。情到深处头脑是越来越糊涂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爱得那么苦。有些人明明知道有些爱情绝对没有幸福，就是偏偏死都不认输。尤其是刚刚恋爱大家都一个模样，还以为自己已经找到好对象，这个时候不管对方怎样，就算三天没有重样，你还是会呀觉得他很像。恋爱就是这么奇怪，明明是黑灰呀，突然变成白。有人说恋爱是病态，它根本也是一种变态。谈恋爱要靠缘分，也要靠自己去争取，不要等天上突然掉下来给你，要用完之前耐心毅力，千万不要轻易来放弃啊，一定争取最后胜利。有些人还不知道爱情是 two-way traffic， 以为是你爱人家，人家就会爱你，到最后才来发现这部戏啊，只有你自己在演啊，实实在在丢你爸爸的脸。追求不是那么容易，也绝对不是可以三言两语。如果能从失败中学起，这也是一种经验的累积。只为了炫耀自己，有些人把它当着个人的兴趣，有些人戴着眼镜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啊，有些人要追到半条命。有些人谈恋爱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有些人喜欢一步一步慢慢来，有些人谈恋爱一定要彼此住在一块呀，最后因为了解而分开。谈恋爱是天经地义，搞得不好会呀伤天害理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
一生幸福都在你手里。只要我们了解爱的真谛，爱情的花朵才会漂亮又美丽。只要彼此能够诚诚付出自己，才会尝到恋爱是什么东西。你不必整天挂着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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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句话，说的太多越来越便宜，这句话听得太多越来越腻，讲得多余。你不必开口闭口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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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句话，说的太多好像放屁。只要你用用行动证明证明，这才是爱情。你不必开口闭口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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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句话，说的太多好像放屁。只要你用用行动证明证明，这才是爱情。你不必开口闭口爱你爱你爱你